看吧，真正的心疼是根本不需要演的。看到朱元哭，赶紧安慰一下。拜托啊，战哥，他只是脖子被挂红了而已。你看把他给紧张的吧，这如果是他落泪了，你得心疼成啥样子啊。昨天怎么没注意到战哥腿上这个蓝毛怪啊？那年战哥好喜欢这个蓝毛怪。好家伙，战哥，你跟王波在一起的时候唱的可都是情歌呀。